第一，我们将继续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，来努力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。第二点，也就是我们会坚定地反对和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，努力地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。第三点，也就是我们会大力地推动两岸民间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，促进两岸关系、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，扎实地推进这个和平统一的进程。